你问谁？乔静，无可奉告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敢管我们的事情，把人交出来！乔静已经跟你分手了，你们之间不再是我们的关系。不义，你冷静点！幼稚，乔静配不上。 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，你终于肯说了。是的，我承认我喜欢程潇，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。其实，是我一直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但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亏欠小易的，亏欠你的，不应该拿程潇来还。 无论如何，对不起。